起来，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哦，昨日啦吼，昨日上课吼，你做一件代志吼，互一个人足感动诶。就是大家伫甲尤先生拍手有无？啊不啦，就是即栋诶尤先生啦吼，即栋诶业主啦。哦，大家甲拍手伊欢喜甲呢。他拄仔伊甲我讲一个代志，要叫我大家来宣布。昨日有甲伊拍手诶人吼，等伊毕业诶时阵吼，送你一座捕蚊灯啦，迄、那个掠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哈蚊啊，迄、那个电火啦。赚足多，我甲你讲哦，干只几有尔呢？所以等下吼，等下咱上翕山吼，物件轻轻的吼，家己去后壁吼，伊会将伊个人会伫遐啦吼，家己领一个迄、那个掠虎掠虎先掠蚊啊迄啦吼。哦，赚足多，我来遮24日也冇送我。恁家派出所哦，伊讲吼，哦，因张卡派出所拢有影，所以我相信为后摆后届开始吼，大家拢来个派出所。伊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外销的嘛，迄得到迄个啊做东京的什么发明奖啊，什么奖呢？哦，所以吼，喂，讲派出所有路用嘞吼，国家欢喜嘞，国家派出所啦，多谢吼。你若无提，等你未记哩吼，啊无啊，我先讲吼，袂当我无提吼，明仔载来讲，我怎未记哩提？等你若无提，对不起，没有啦，一摆机会尔。所以有真侪人伫后壁等你，你知影啦，遮侪人吼，绝对拢看会着啦。甲各位共款，你今日参加这个咱这个研习会啊，有真侪代人唔知影要参加，啊，所以后摆。在座各位拢去做行政官的时阵，本来无，当然嘛无，伊无迄个机会，这是命运呐、啊，命运呐、啊。所以你会当看会到，尤其是这边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以后，足侪台湾人郁卒，甚至困袂去。你相信，你若经过伫咱遮上课以后，就知影讲哦，迄无必要，因为。中国绝对无迄个能力啊！要将台湾这个土地摕去，本来就不是因家的嘛。敢若未想到恁家隔壁，虽然真歹罗马，一天伫甲你威胁，伊要将你这间厝甲你霸占去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，有警察在嘛？今日世界的警察是啥？美国嘛。咱是真欢喜讲美国甲咱占领，啊嘛台湾人安尼尔。足欢喜别人来甲你占领，我全世界找台湾尔啦。啊，因为好佳哉讲有美国甲咱占领，啊边啊有一个歹厝边，拄啊好呢。所以吼、哦，天佑台湾呐、啊，真个家爱欢喜才对呢、嗯。我研究这个战争法以后吼，我感觉讲哦，吼、哦，有真济内底条约。条文啊，看看，真正是老天在保庇台湾。老天给台湾吼，无要给中国啊摕去，真正足好佳哉。所以呢，台湾后摆绝对会真好。你上惊是中国嘛？啊，中国有强无？无是报纸写拢有呢。逐摆若讲吼，飞弹要甲你拍，你票都乌白登噶唔是，咱两个分析讲，中国到底有强啊无强？伊个 GDP 啊，成长率，即马拢两位数啦。伊个 GDP 啊，已经讲占了全世界的。若讲以日本来比吼，以英国来比吼，伊才比英国加六倍。啊，比日本嘛差不多啦，但是比日本嘛搁较好啊。
但是呢，伊的 GDP 是啥物物件？讲伊，顶回毋是用我讲的，是中国的解放军的上校写的文章。伊讲吼，因中国人咧开会吼，拢自我膨胀。伊家己讲的，毋是我讲啊，拢自我膨胀。吼、哦，咱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啊，我现在是用伊的话口气咧讲啦吼。伊讲咱的中国啊，哦，搁再五年吼，会赶过英国，搁再十年赶过美国。看下表面上敢若有影咧？美国的 GDP 是用啥物来计算？用伊的啥？伊的航空产业，伊的飞机产业，伊的核功能的产业，所有拢是高科技的产业，迄来做伊的 GDP。啊，你中国的 GDP 用啥？真趣味呢。清朝以前是啥？用蚕丝、茶叶。生产很多，安尼叫做业绩 GDP 真好。啊，今日用啥？房地产，上海房地产去到世界人拢买袂起。啊，伊个叫做也有成长率。中国到今日为止，伊个飞机 engine 无法度家己做，你有惊到无？袂当做飞机个 engine 个国家，讲了变来家己侵略，去放屁。你知影全美国现主席，伊个三军，伊毋是三军啦，伊个四军呐、啊，哪四个？陆军、空军、海军，搁一个哈海军陆战队。伊个飞机会当战斗用的有13,000架，你知影中国有几只？合拍到台2,600架，啊，要甲台湾，咱即摆台湾表面上咱是讲咱台湾，其实台湾等于啥？美国啊，台湾这个地位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。那伫美国的宪法来看，台湾这个地位定义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了。什么叫做未合并领土？就是占领中的土地，伫美国的宪法的地位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。美国在今麦为止，还有未合并领土呢？对一个所在，你知无？波多黎各，对。关岛也是未合并呢，啊，菲律宾是已经放给他独立起来，古巴嘛放给他独立起来。你甲看波多黎各的人，已经百多年了，1899年，西班牙挂这个波多黎各给美国，到现在已经百几年了，当年就在公投讲啥，要变成美国的一州。波多黎各的人头脑嘛真好呢。要变做美国的一州，伊袂无？伊袂无？当然嘛无哎，他较歹一个。我已经讲过啊，你若变做美国的一州啊，来，交税金，美国人若交偌济，你交偌济？啊，即摆若创国防哦，你波多黎各的人哦，爱去买军火。波多黎各的他真好，袂输咱台湾人呢。伊公道几啊摆呢，袂过就袂过啦。若无尾啊，美国人哦发脾气呢，我哪知啊？美国国安国防部甲我讲啊，即摆一定爱回刀，爱还通过，我唔爱管啊，我唔爱阁开迄个开支啊啦。啊，波多黎各人都酸酸啊，皮啊，伊都要皮啊。我奈着要做兵，你美国人甲我徛为兵啊。我奈着要买军火，你美国的军火爱摕来用啊？为什么？伊占领地嘛。啊，因为国际法有讲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所以这个主权不去给美国拿去嘛，所以美国说几次我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，我跟国的时候他也这样说，没不对啊，就是我跟你说的，这个土地的主权，这个所地的所有权是什么人？日本天皇啊，日本天皇也巧呢，他也不爱说的，大家都急戆戆啊，只有台湾人戆戆去给骗到戆戆死，一天到晚说我要独立，美国说独立代表战争，啊，美国是安那，那也不爱出来讲，为什么？你也想，美国为什么不讲？美国为着伊的利益嘛。过年前，我甲 CIA 见面了，好，甲上课上点半钟久，我直接甲问呢，
我的问题跟你拢同款呢。啊，你奇怪，你美国，你来对中国，咱拢不爱讲个清楚。啊，你来这尼啊强，你嘛干脆甲中国甲拍死倒啊！伊讲唔通哦，中国袂当死哦。伊保护美国伫保护中国呢？为什么？你甲想看卖啊？你嘛真巧。美国那要保护中国。1966年，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，嚯、哦！迄阵全中国伫乱有啊，毛泽东发动的啊。迄当阵苏联啊，想要派兵啊，去中国将北京中国伊的核子武器啊，甲消灭。啊，所以伊要发动这個，一定要先甲美国讲。啊，甲美国讲，哎、欸，美国老大哥啊！我要派兵啊，要将中国的核子武器给消灭咯。美国出来怎么说？不可以，你消灭中国啊，等于危害到就这个美国的利益。你敢想？你想有吧？因为中国甘愿中国给那腿下面的毛泽东、邓小平他去做啊，伊袂当讲中国去交予苏联啊，因为交予苏联哦，伊用苏联的制度，用苏联的管理，安尼中国变得足强足强的。啊，伊甘愿予中国吼侵占，随时让佮控制，伊当然袂当予苏联去占有中国嘛。你想要知影？我一直想哇哈，原来就是安尼啊。伊嘛讲，嘛袂当予日本控制中国。日本人控制中国，哇、哦！日本人以前是足狠的呢。你知影日本以前的武器啊，全世界武器是第一流的呢。潜水艇，伊会当用潜水艇，一只潜水艇啊，两只甲夹起来，中啊放三只的战斗机，伫海底，甲迄个美国的海岸的时阵啊，伊甲浮起来，啊无啥物人要拍美国嘛，拍袂着。伊这款潜水艇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啊，伊做一堆呢，啊，其中有两只开始走啊呢。落尾啊，迄只潜水艇伫日本去和美国占领的时阵啊，却发现，啊，苏联嘛发现，苏联讲，哎、欸，等下，哎、欸，这战利品哦、啊，等下公分啊，你袂当你美国刚摕去尔，美国头脑嘛真好，较紧的甲掠来翕相翕翕的，拢总翕翕的，甲炸沉啊。甲美国讲，哎，美国甲苏联讲，对不起，已经沉没了，无多。但伊个技术，美国摕起啊。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啊，那以武力来讲啊，伊是全世界二流的啊。短短时间，你看嘛，1945年到今嘛，才几年啊。我嘛是60几年，但是伊的武器现在变成啥？世界一流的，含中国，伊的武装备迄个部长啊，去参观以后啊，伫媒体面头前，伊家己承认啊，美国嘛真厉害呢，美国拢啊，所有拢开放，互你看，伊敢开放，伊感觉讲你学袂起啦，你学不到啦，所以开放啊。你要翕相，什么军事基地啦，什么相拢，互你翕，记者你翕。中国无同款呢，中国吼、哦、保密防谍啊，拢保密啊，翕军港也无爱互你翕，飞机嘛无爱互你翕。美国讲你做你翕，啊，敢真正美国这尼啊规矩，啊，中国讲无爱互伊翕，啊，真正拢翕袂着吗？戆呢，他讲有问题啦。你不爱发去吧，我也没去啊，我为天顶太空给你摄影啊，咱嘛看会到。Google 你卖算嘛吼 ，Google 电脑 ，Google Earth， 拍开全中国所有的地图拢有，人造卫星看啊清清楚楚，偌清楚呢？含领导，含毛泽东，才是江泽民，因住的所在厝的颜色，伊就跟你讲，几工起晚伊嘛听我跟你讲。是不是你在那裡看報紙，報紙就聽到念給你聽，這樣會戰爭嗎？絕對不會戰爭。當然那個推阿民的伊拉克跟伊朗啊，
你甲美国伫对抗。伊拉克、伊朗和美国伫对抗，美国是安那个修理，你知不知道？布希总统白宫内底看电视，安尼叫战争啊！飞弹直直甲拍，实况转播，这叫战争啊！啊，即马美国已经发明到什么程度？无人飞机，一日出来要炸上的，要炸上，要拍上的炸，炸上。所以你人济啊，已经安那无路用的啦！啊，即马人济啊，真正变作国家的负担啦！你唔通叫想人济就好啦，人济是变负担呢，因为人啊啦，拢爱食饭呢。15亿个人，若一人食一嘴饭就好，一粒山呢，我甲你讲。哇，想想会可怕呢。好佳哉，中国甲咱无关系，啊，若若无叫咱去排迄中国哦，咱会害我无骗。所以你甲你看这个世界，你啊规个退一步，世界局势爱甲看好。对咱台湾人有利的，咱来坚持啊。像那我一直讲，啊，联合国都规定啊，1950年就讲啊要自治啊。啊，杜勒斯你当时写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时阵。内底所有条文嘛是讲要予你台湾自治啊，美国无爱予日本去统治中国，因为惊日本人。日本人的个性伫战争以前，即马是袂杀的啦。我甲看，即马日本人看伊袂起啊，是我看伊袂起啦。即马日本人的个性变作啥？软软，惊死。啊，所以像日本这款国家。我甲想想诶，咱个本土。台湾人，迄、那个400万啊，即嘛是想尽办法要变做咱台湾人，但是政治的利益，伊拢控制掉的，当然咱无爱啊。伊讲咱台湾人没有人才，咱台湾人也没有人才，台湾人是避俗啦、害羞啦，唔敢表现家己啦，但是看到钱哦、喔，目睭接到去，这是唯一吼，啊这也好啦，啊嘛是歹啦吼。好是安怎讲好？但要拼生活拼有较好咧。但是你也知影呢，这个世间不是干你一个人呢，不是你一个呢。这个社会都要拢总好，你才会好呢。你若一个人歹，啊，大家拢歹，啊，就歹啊咧。所以大家拢要好，要好爱安怎？过去民进党甲恁讲，啊，咱无够团结啦。我讲是好笑，台湾人无团结。足团结的，我甲你讲，你唔知会记得过一年啊228，大家手牵手的时阵，台湾围起来几年有啊？你会记得无？迄个时阵，台湾人无团结吗？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若讲要示威，要去行街头，咱大家就去行街头；讲要乐观，钱直直摸，直直等。我等有对的，我读高中的时阵啊。那个东外演讲，你唔知会记得无？戆戆啊，第一日肯好好讲得好哦，拍手哦，轻轻的了，擘眼望，哎嗨啦，我坐公车都无钱呢，为房价行等于弯刀啊！拢有这款足侪毛拢这种的经验啊！啊，到今日，我要讲的就是讲，你民进党，你但知影讲你讲的台湾的地位唔对，你要改变嘛？改变回来就好了嘛，但是到今天我们已经训练1500个人了，我们要再等吗？我觉得我不要等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精英啊，比民进党的更多，这个欢喜你在座各位就是精英啦，你没机会而已啦，你想看看啊，那逐天报纸拢报你的名，相片拢遮大张，你咧笑啊，甲你翕，你坐车啊，甲你翕，你要食饭嘛，甲你翕，啊，你不会有知名度吗？半工你就有知名度啊。
电视嘛是同款，即马电视拢控制伊个手头，伊不爱讲。咱伫只咧新闻的时阵，圆明台啊，拜五啊，有播放咱，播上咱个，咱台湾民政府的忘年会。我相信迄个忘年会内底哦，有播就讲。我伫忘年会宣布讲，民进党会输80万票。我看哦，有真侪人很震撼。我当迄是公开讲的。啊，咱咧讲哦，哇，民进党有一个大脑啊，伊讲咱咧是骗子。你想看我林志升遮戆，甲恁同款，恁交5000，我交3000。安尼骗子，我唔知影，我这人是读册读一堆去。你奈无爱向潘明敏先生学？人潘明敏看到咱的论述，两届公开场所讲，伊讲我潘明敏无读建筑法，林先生所读的完全正确。遐大脑啊，无比潘明敏先生较牛啦。啊，这么简单，我就感觉奇怪，这些台内都不爱讲，原来怎样呢？很简单啊，原来怎样？他要冒借款吗？既得利益吗？他用他的知名度，如出来话，无款就一堆嘛，戆人就好他嘛。咱在座各位，你有当时无款给台湾民政府有无？有的请你举手，无嘛？你有无？救灾哦，救灾，迄、欸、毋是我，你嘛拜托啊！迄吼，毋是民政府，咱乌白讲，你看嘛，台湾拢爱乌白斗啊！迄是救济日本，迄拢总有募到30几万啦吼，啊，交迄个日本交流协会啊有收据哦迄，哦，我惊一跳呢，因为迄奇怪，无看哦，台湾民政府啊，我哪拢无看到，无呢，咱无。咱阁有这个遮好个办公室、教室，即马刷了停机坪要做，吼、哦，足牛个啦，足牛个啦，是安怎？咱吼欠长内多，甲尤先生拜托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收遮个吼，我知影你爱开真济吼，啊，你嘛阁加开一撮啊，厝创啊较水嘞，较好呢。啊，尤先生哦，所以伊讲要送台迄、那个，你看你刚才拍手，伊就送你迄个捕蝇灯。嚯、哦，这套恁较牛呢，我无晓，我真正未晓呢。啊、哦，不过我是安尼讲啊，你家去做比较嘛。啊，但是我也要讲这吼、哦，是因为昨喊我困到阵吼、哦，我困伫307啦吼、哦，啊困伫迄个307，朋友你甲我讲哦。哦，我足不满的哦！伊讲你是骗子哦，啊，伊想讲哦，机关哪有骗子你交3000块的？啊，搁困，甲阮同款困伫遮，有理咧，我也袂晓去收着。不过我拢不回应啦。啊，讲我骗子啊啥，我拢不回应啦。记者去讲，有一天伊就知啦。一天的转型正义哦，才来个算数。安尼好冇？因为袂算着你嘛。中国来讲，中国的武力，伊唔一只，伊讲伊有只嘛，宣布讲有一只航空母舰有无？你会惊无？我别讲啊，你袂惊，看报纸你就会惊死。夭寿哦，有航空母舰呢、欸，迄只航空母舰偌济钱？你别你知无？你知无？2000万美金，有贵无？有够贵。你知道美国做一架新的航空母舰要多少吗？59亿，59亿，他买那架2000万美金啊，两千美。哦，你吃过分，2000万哦，咱来升级，咱嘛听好买几十架跟中国拼。
两千万美金，迄只是安怎来？你知无？你知无？苏联要倒的以前啊，1983年的时阵啊，苏联迄当阵要解体以前哦，甲乌克兰哦筹资啦，哦啊起一只航空母舰，含演义都还袂到哦，哇，苏联才倒去，啊等二十年无震动。乌克兰甲苏联讲哦，啊，你也无我钱未摕出来，啊，我嘛无钱，啊，无咱来甲拍拍卖掉啦，互人去做海上旅馆啦。啊，苏联当嘛好啊，加减收啊，无变啦，迄要做拍铁嘛足麻烦嘞，啊，就拍卖。拍卖呢，即中国的就叫香港的生意人啊，去甲买，伊讲哦，要做海上旅馆，2000万甲买倒转来。啊，乌克兰就讲吼，好啊，你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拖转去。叫伊拖回去，害啦！迄只航空母舰要拖，中国无法度拖啦，太大太重了。啊，落尾安怎？去租迄个啊做船吼，甲拖啦。啊，即摆拖吼，行到迄个巴，迄个运河啊，啊巴拿马运河的时阵啊，袂过啦，伊讲稍等，爱钱。干那迄个运费吼，为乌克兰运去甲大连吼、哦，开500万美金呢，200万买用干那拖哦，500万现在迄只船都无动力啊，啊拖干那安尼拖，佫开一两年呢，啊拖等以后啊，中国吼、哦，我感觉迄人因头脑吼唔知想啥，我想拢无啦，啊即马讲开始装潢呢，咱买厝看嘛爱装潢对不对？哦，伊航空母舰要装潢，好啊，装潢，嗨啦，一个看，迄、那个跑道的钢板吼、哦，中国无多生产呐、啊，含钢板伊都无多生产呢、啊。啊，你买航空母舰是要创啥？爱载飞机嘛？航空母舰就是讲吼、哦，我载真济飞机，驶去甲领导的隔壁停咧，飞机飞咧，去甲你轰击，还是甲你攻击？航空母舰的用意伫遮嘛？啊，即摆害啦！伊个钢板无法度生产，无要紧，钢板较少数啦。飞机要降落吼，爱有一个后壁爱有一个钩啊吼，将即个飞机甲冻掉的。恁捌看到影片嘛？敢毋是？航空母舰降落的时阵，尾一定爱钩咧，迄条锁啊有啊，迄个叫做拦截绳啊，迄、那个拦截迄个锁啊吼。嗨啦，伊无做做啦，啊无做做要安怎？你讲买，无人要买伊。即摆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交的，无一个国家讲说话要卖予伊嘞，人家刁啊。啊好，啊你无说话，啊你航空母舰要哪停飞机？袂停的呢。所以伊最近改变，伊讲当作练习舰。啊！那航空母舰袂当停飞机做练习舰，啊！伊买舰要创啥呢？啊！过来，航空母舰真大只，对不对？那伫海上的时阵哦，目标明显，所以伊都爱有一个雷达防护罩，就是讲你雷达照，表假是讲我伫这点，真正的航空母舰停伫这点，但你若照航空母舰雷达甲照的时阵哦，伊会伫这点。对，你拍会拍这点，但是伊这点是这点，迄防护罩，伊无多做。啊，一只航空母舰顶悬的电力啊，等于是咧上海市的电力。啊，伊即摆航空母舰用啥物发电？你看就知影，伊即摆毋是练习走出来三摆啊，冒着浓浓的黑烟。含鼻你都无躲避，我唔知道有迄张相片哦。每一摆拿出来，冒着浓浓的黑烟，比咱家的烟、迄个烟囱啊，搁较乌的烟囱伫走。啊，出来三摆吼，唔卖有一摆是用家己的电力，是安怎讲？唔要伊的电力，你知道？因为伊本来迄个马达、引擎啊，伊甲拆掉去啊。啊，即摆重新，但你知影航空母舰要重新到迄个引擎，爱安怎？你知无？爱甲切开，切到两边，啊，倒落了以后，啊，才
夹起来，这就是航空母舰的 engine 啊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到2018年，诶、欸，我的嘴算真动了吼。2018年，迄架航空母舰没有效，无效啦。啊，所以有这架航空母舰，我甲你讲，迄是对伊来讲啊，加麻烦的啦。中国有三个舰队，北海舰队、东海舰队、南海舰队。啊，伊即马航空母舰，我要甲伊摕去海南岛，叫做海南舰队。啊，你若好大，你若要离这个日本较近的，你的下骹要创啥？伊有日本的自卫队讲，你若中国敢向台湾开炮，我24小时内底将你铺伫水面上的船只拢甲击沉。日本的自卫队讲，啊，日本的自卫队强到啥物程度？我讲给你听。六方会议的时阵，主尼啊。开会时阵啊，什么叫六方会议？你知道？就是中国和北韩、甲苏联安尼三个，这边是韩国、日本和这个美国。开会时阵啊，美国代表甲中国代表讲：“你唔通叫是你的武力真强呢？全世界现主席的武力啊，我美国唔是第一名的。你中国国家边讲？中国讲。”那谁是第一名？你知道什么人吗？日本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，29架航空母舰，29架呢？迄个时阵，你讲迄拦截绳啊，人老在日本都有法度做啊，中国较惊无法度做啊。啊，你臭屁，讲你吓咱台湾人呢？更拜台湾人啦，报纸甲你写的时候，你惊到要死。迄只无效啦，免烦恼。咱大家一组啊，咱咪当做一只啦。我讲讲实在，无像咱做的吼，外形比较水。我甲你讲，我讲的这种不是白贼话，拢实在、实际上的。当年的，再讲你的解放军的上校啊，哦，你看，这么讲了有啊？哦、我看那个尾有啊，会甲勾起来有啊。后壁的所在吼，伊安尼无伊飞机，伊挡袂牢啦。啊，若挡袂牢呢，落去海内底。啊，伊所以中国伫练习嘛，听伊讲几啊只落去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各位，航空母舰毋是咱所想的啊，迄无效啦。哦，迄条啦，你有看吼、哦？哦，大家有看吼、哦？迄条啦，遐尼啊简单啦。伊到即马还阁无啊，做袂出来，迄专利呢？哦，你有看到吼？对，迄条啦，迄条啦。啊，若无迄条啊，我讲停100架死啦，我无骗你。啊，过来上较重要，哎，谢谢。你知影中国的石油，若开战啦吼，会当冻偌久？7天。7天。只有7天。哎、欸，战争，你讲哦，你前一天就要结束啊？拜托哎，7天伊就无油啊啦。那7天以后啊，伊中国会宣布讲，伊的汽车拢卖甲叮当，拢从骑脚踏车。所以这种的国家要来打台湾，笑死人真呢。伊2600架的飞机，美国13000架。啊，这2600架唔是逐只拢会当飞呢？啊，你唔是讲我有2600架，做一遍飞来台湾呢？台湾这个领空啊，这个台湾这个限制啊吼，那真正讲空战的时阵啊，当时这个所在空战会当得几只？你敢知啊？上济啊7架。啊，那70架，欸，你中国飞呢？啊？中华民国嘛要飞起来呢，啊！若讲迄阵70架，即阵70架，拢总总是啊，所以无可能啦，真正无可能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政治上你哈，啊！你若听，你就知影讲啊，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即嘛毋是讲你人济，
啊，就会赢呢 ？No， 唔是啦，你捌去中国，捌去中国举手我看麦，捌去中国，啊手放咧，无你有可能歹势举手，我知啦。中国，迄个国家要和咱战争，哦，我想着足爱笑咧。啊，干那咱台湾人叫吓着尔咧，我嘛鼓励讲你去看，但你卖去看上海。上海是吼，足自私的，迄是因家的代志啊。你睁开眼看麦啊，我托战争。中国不过真奇怪一个，伊拢利用老百姓吼做苦工、劳工。中国人赚足侪钱的，啊，赚足侪钱的，拢给美国人咧开，拢甲买国债。哎，讲你遐戆。卖甲美国债啊！中国敢无可能个？不爱甲美国债，无可能啊！你做足侪物件，你总爱有人甲你买嘛，对不对？敢毋是安尼？恁家若伫生产物件，生产足侪，无人买，你会烦恼无？烦恼啊，烦恼甲要害啊！所以你讲啊，美国你会甲我买？吼、哦，拜托你甲我买，甲规日讲你甲我买。比如讲，这偌济，十块，伤贵啦。一块我给你买，买啊！钱我都付我中国啊！伊讲吼，哎、欸，记账，记下啊！什么下？我摕国债给你啦，我美国国家的公债给你啦。啊，我嘛付你利息钱呢。啊，推阿面的中共，哦，好好好，啊，物件咱卖去就好啊。啊，全世界你看吼，善良人伫借钱哦，好野人啊。这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，所以我都没读那个解放军上校那个人的文章给你听，你会笑到肚子疼。他说我看不懂，那解放军的军队的上校就说 我看不懂、啊、你就骂美国面骂美死、啊、美国也派副总统去跟他说 去跟他访问、啊、中国也跟他问啊，你欠我这么多的工，那个国美国国债哦，啊，你会不会还给我？安不安全？美国安那个讲，你知道吗？足经典的，我会还给你啦。你的国债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我会好好保护啦。你听不？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我会好好保护。巴肚内底迄个吧，你甲挖出来，你挖，你美国挖会出来吗？我甲你讲啦，美国绝对袂行伊啦，推阿面，啊愈笑愈济，啊愈笑愈济，伊讲安尼好，我不爱用，不爱甲你买美金吗？我换欧币，我来买欧币，到时候欧币倒，所以中国我是啊，足可怜的，所以那这点我是真同情中国人啦。啊！但是这个同情是同情啥？同情老百姓，老百姓做甲要死的。咱迄个郭台铭，伊本身是中国人啊，伊讲伊饲一百万人啊，啊一百万人，就叫大家讲安那，就讲台湾甲中国都爱喊啊，歹势哦，甲台湾无关系，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啦。一个法。六月，去年六月三十，已到签了，有无？你会记无？埃克法签了，什么叫埃克法？迄就代表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迄个埃克法，表示讲国内战争已经停止了，甲台湾有关系无？没有关系啊！啊，大家你惊？哦，唔通签哦，拜托诶，较紧签。签签，你中国人好通转去，因为伊未甲你抬啊。我讲的无，毋是无证据哦。六月二九签，六月三十，美军的第七舰队离开台湾三十六年，倒转来。伫清泉港啊 ，TBS 报一摆。你若毋相信，你转去，你去网络甲看 TBS 的新闻，去年六月三十号的新闻报一摆尔尔，相片嘛有。啊，看有注意无？美国人就去等，你做你签，签嘞，安尼真好。你们两边已经和解，
你可以回去啦。你不爱中国人等你吗？你别不拍手，再爱拍手。伊家己签的哈，咱无甲别个，伊家己签的，他自己签的。咱豆豆甲修理，咱用法律。所以对中国中华民国，咱的看法是哪？第一，我承认一个中国正确政策。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？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台湾是台湾。你后边一句一直一直加落去哈，啊不，我别跟你讲哦。一共包括台湾的头衔，台湾是台湾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台湾是台湾。其实美国人已经跟咱讲啊，啊恁就恁家己不要听，不要看。所以九二共识，台湾民政府拍双手赞成，台湾是台湾呐。啊，即马推下面的台湾人就讲吼。哎，我小时候唱的册讲，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啊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华民国，啊，我等于台湾，啊，搞不清楚啊。定若要用中华民国甲台湾甲夹做伙的吼，你会死路一条啦，我甲你讲。所以啊，有一天，这承认中华民国的人死了了啊，咱这人未死啦。你美国一两个站出来啊！呸！谁？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是本土台湾人 ，The People of Taiwan。我已经有身份证啊！提出来看，这美国发的，内底美国军事占领旗后边有美国 USMG 七七一的编号，大家拢无共款。你有啥物好惊的？很主席在座啊，你还没申请那个身份证，你有啊？拿去我看看。啊，你爱较紧的，无你吼、哦、很危险的。啊，申请就简单了，楼卡家己翕相，马上会当翕，马上会当洗呢。啊，大大尔呢。啊，翕相啊，有我表甜甜的，但是歹势啦吼。人迄公本会啊，迄是美国做的，毋是咱做的啦。公本会一千块啊。啊！即摆你防攻击，我你防骂着，讲只一千块啦，讲我骗子啦，夭寿哦！一千块我变做大好野人，你是搞美金吼？哈？哦，你想看咩？美金嘛台票？哦，那美金我爆死啊！我，多少知影啦？那是美金。民政府呐，贪污案呐，死刑呢？我才不爱死刑呢。所以你唔通看讲。咱是彻底要将咱台湾过去唔对的方向甲改过来，台湾的清廉一定爱做无啊，爱是日本时代啊，迄、那个台湾的清廉啦。台湾迄当初你问你的祖先，问你的阿公阿妈，问你的老爸，敢有贼啊？没有呢，真正无贼啊呢。迄治安是真好呢，大家生活嘛袂歹啊，渐渐就起起来，教育程度是亚洲的第一名的呢，日本卖算啊。这款的社会，你知影三一一日本海啸以后，日本的表现全世界惊到啊！安那海啸以后，我很看破绽，我嘛真震惊啊！ 7-Eleven 排队，啊买无到的人枵死去呢，伊甘愿家己枵死，伊都不爱插队。台湾1945年。八月十五，迄当阵开始60天的时间啊，无政府，无人管，治安非常的好，犯罪率零。迄只是咱正港台湾人的生活啦，对不对？咱爱无法度来甲恢复，咱要甲恢复。咱含咱只现主席，咱只干部，咱的总理，咱所有只现主席，只干部，咱伫努力的方向，就是要行这条路啦。台湾人绝对是有水准、有气质。你若讲要贪污的，你莫加入咱的民政府，真正。咱拢有理想。啊，我甲你讲，100%，毋是99%，咱一直得到政权。问题是咱家己本身爱
爱努力，我无叫你努力，这努力是甲你讲啥？我无叫你讲爱做工咧，免。你坐咧，朋友来，较高个咧，甲讲，伊若不爱听，卖插伊，卖甲伊冤家一个咧。我知影恁即摆来的时阵，嘛是还阁有边仔周围还讲，你会互掠死啦。啊，若要掠死，头前个千五个先掠死啊啦，啊我先掠死啊啦，那拢无爱甲我掠死啊。甲你头讲，过年前我甲 CIA 见面，我第四摆阁甲问，我嘛烦恼呢。讲哎，要是我行较紧。啊，讲到这凶，啊，动作这么大，欸，阮民警，我死不要紧啊，我后壁遐若死会害呢，我会害死人。用你免烦恼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保证，我们保证，两个人吼，我们保证，民政府伫台湾绝对没有问题。你敢知原因？你敢拍手？啊，这个戆的拍手啦，中华民国你也拍手。叫你选举蔡英文好不好？好，拍手。你为什么拍手？啊？哦、拍手奖品。睡你没有拍，不对不起哦，没有奖品哦。台湾民主没有奖品哦。我讲，所以我一讲一句睡啦。台湾民政府没有奖品，安那个没有奖品。那是按照战争法会记哩啦，战争法啦。台湾的地位，你战争法甲边开甲看，头甲看，尾甲看，台湾永远都毋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啊，台湾人人已经全世界甲你规定，讲叫你着爱行自治咯。啊，你无要行自治咯，你干呐讲要台湾要独立？啊，若独立要向啥物人宣布？美国独立向啥物人宣布？英国，对不对？所谓国家若要独立，古巴独立的时候向谁宣布？向美国宣布，甚至美国还帮忙菲律宾独立。今天台湾如果要独立，要向谁宣布？对，日本对。但是日本它的宪法里面没有分离条款，所以不能读一半。没分离条款，我们要独立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啊，很主席日本来写分离条款会使哩无？袂使哩，现主席还阁袂使，因为你写分离条款哪有效？日本政府写分离条款哪有效？日本天皇讲会歹势哦，兄弟啊，迄我的呢？日本天皇讲迄地我的，你日本政府你甲我创啥？虽然我怎也袂当管，我无管迄个国事来讲，你嘛要做总理，你嘛来甲我报告，我点头你才能做总理呢。就是日本的制度啊，所以台湾有一天，咱甲日本即马开始咧讲啊，特别讲是美国帮忙的啦。二月二四甲二七，咱在座哪会晓日本话吼？啊，麻烦你参加四天啊，要开会开两天，最后一天哦，咱十个来去宜兰啊，去对吼去坐一下。你三四天拢通坐伫遐咧开会嘛，无道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出去佚佗，你爱坐游览巴士，游览巴士的钱上要出，家己出啊。啊来爱食饭，爱付啊，干毋是？所以你若要参加，我们不反对，你家己的州长报名。吼、哦，咱即摆是决定讲，一个人差不多爱15000块啦，四天啊，三暗啦。啊！你想讲，我三工两暗的时阵，直接你受训才交5000块呢？啊！你日本人来交15000块，当然啦、啊，安怎？啊，资料你嘛，我爱替你印资料啊，但是我无赚你的钱啊。啊！你若干那两个来参加，我才收到30000块，啊！十几个人来呢？啊！咱足够的呢，咱民政府真正足够的呢。办啥物物件哦，大家拢踊跃，但是拢无人勉强哦，都没有勉强哦。所以你若同款，你若叫人要来受训，莫甲勉强，会记哩哈？迄是伊的命嘛，
伊天生都没有迄个做官的命，你何必甲邀请呢？当然，你若要安尼，你爱先来受训。咱国过迄期是25期啦，25期歹势吼，今日是咱今日是偌济5号嘛吼。哦，25期差不多过一个月，就是3月初二、初三、初四，啊，差一个月。啊，你讲啊，中间的这个3礼拜，恁拢去佚佗呀？无啦，后礼拜。2月初十、十一、十二是咱个高级个参议员个训练，就是有一挂人，伊想讲，甲州长讲，我来做参议员，后摆来审查预算吼，啊，像即马那议会吼，吼，总对遐官员拢足歹，要甲删就要甲删，啊，要甲安怎就安怎有啊，会袂使安尼呢？所以咱个高级参议员个训练，就是教讲预算你要安怎看，啊，你若要共删预算，你要有理由啊。所以要经过上课，所以咱有高级参议员班的训练。迄、那个高级参议员班的训练吼，和行政班吼，和咱即马即个一般的这款课都不一样。行政人员是行政人员训练，已经训练过啊，高级的训练过啊。我知影有足侪人吼，讲啊，我都啊未久有迄个机会啊，啊，我要训练要安怎？歹势吼，稍等下吼，啊你。咱的议员吼，伫现主席来讲吼，中央甲地方六个州甲原住民，安尼加加的这参议会的议员啊，差不多有300几名。啊，300几名，咱伫一摆内底挤袂落，所以咱分过2期。所以2月17、18、19是第二期的。啊，第二期呢，起码敢若有一寡，加一寡空位，无几位啦。你也甲你的州长讲，你的州长足大个呢。州长若讲，我秘书长爱回管呢。啊，州长若讲，这不可以，啊，就不可以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若要参加这个参议员的训练吼，参议员后摆去变民政府内底做啥，你知不知？就是上议院，参议员免选。下议院就是啥，众议院。啊，美国就讲啊，啊，你台湾人海人爱选举哦，啊，你无互伊选哦，啊，因会足恶作的，我甲你讲，一工工去行街头。讲好啊，要选哦，互你选，参议员互你选，唔，众议员互你选，啊，参议员啊啦，美国官方命令，社会精英分子来做参议院的议员，在座拢是社会精英分子啦，你若要做参议员，应该都没有问题啦。哦，即即马才欢迎，啊，你欢迎够接班。已经要跟你讲，让你会当有机会来服务人民，啊，你唔知影家己歹数。啊，敢若讲普通是敢若讲，啊，这人哪有资格做议员？啊，这人哪有资格做市长？怎么让你资格？啊，你家己要有信心呐。啊，若无信心哦，你若真正讲无信心哦，无你就做老百姓。啊，你做老百姓，你讲我做老百姓无要紧啊。啊，我生活莫遮尔啊艰苦啊，体就要甲变嘛。啊，中华民国含咱中间的这个关系到底什么物件？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含咱台湾民政府关系又是什么？咱先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含咱的关系，啊，咱对伊爱安怎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咱要甲讲，第一，我台湾民政府承认一个中国。但是台湾是台湾，伊嘛甲你安尼讲咧，中国伊即马嘛甲你讲，已经2、3年，咱出来以后，伊唔捌过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咧，唔捌啦，2年啦，真正2年，你也看最近拢捌讲啊，安怎讲？咱出来啊，咱告美国啊，啊你若看袂解，无你甲告美国话看麦啊，看美国安怎判决，伊唔敢啦。然后，咱的政策就是一个中国政策，台湾是台湾。国国要讲要要求，咱就要要求讲，咱台湾要求回归，啊，就讲执行旧金山和平条约。
不是台湾关系法呢？台湾关系法来咧讲的台湾人是什么？听好清楚啊，这真重要。The people own Taiwan。看咧美国看夭寿啊。The people own Taiwan 啊，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的台湾人啊，包括中国人，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啊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们没法公道。那有关于台湾主权都不能公道，因为怎样？美国人已经很清楚跟你说啊，你如果要公投台湾的主权，你只有 the people of Taiwan 可以，但 people on Taiwan 不可以。那中国人要跟你公投台湾的主权，你台湾派一个，这样如果这样，中国十五亿的人来台湾跟你投票，你就投下，他没有资格，所以美国说不可以公投啦。啊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能公投吗？知道吗？知道，很清楚啊，因为那些人不是 台湾人啊，他怎么能替我们台湾人来决定台湾的前途？所以你说民进党有推阿民吗？很推的啦。现在台湾人也很聪明，你现在看网络看看，咱即摆，我即摆目睭甲看国语吼，少年啊嘛是有三分之一呢。你去其他所谓台湾派遐团体去甲看卖啊，这差不多拢是年纪不哩大个呢。我当然我年纪也大啦吼。阿伯哦，谢谢你，我甲你同款，你几岁？台湾。台湾派一段大脑拢咧甲我讲，奇怪咧，你台湾民进党奈愈办人愈济，啊，我这边愈办人愈少。洪请洪同一来参加阮咧听阮演讲的会，食便当，佮送一本册，啊，个人，啊，咱在座拢戆个啦，去交五千块，直接困两暗，关四时，啊，佮食十顿，大家是毋是戆个？是不是啊？是，很清楚的嘛，因为你在这里有得到东西嘛，啊，你台独的你去跟台湾独立的你坐在那里跟长官的同样，跟昨天说的也同样，十二年说的也同样，啊，越说越退步，台湾没路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当时五年前说台湾没路，差不多去给他们牵鸡卵，怎么会没路，这么多路好走，我讲的是台湾现主席政治上要行的，剩这条尔尔啦，对不对啊？你若阁不要行这条路吼，都枉费你啊！伫台湾哦，打拼遮尔久，你免募款给台湾民政府，阁讲一摆，你不用募款。赚钱无简单，留咧家己开。台湾民政府，你加减来上课，听到上新的消息，等于较教话咧。我要要求你教话就好。啊，若甲人编哦，你若无迄本《台湾新台湾论》哦，你无一定会编呀。但你若有这本《新台湾论》哦，我甲你讲，绝对袂倒。埃克法，迄个也做法帕。台独联盟后个月伫美国要开会，正式将台诶联合论述啊列入讨论啊。我著迄个我哪有讲过？我两年前我著讲，伊若无列入讨论，若无来讲，我到底讲啥？我才随在你个人后个月要讲啊。啊，我甲你讲原因。美国的国安局，你甲我讲的时阵哦，伊国安局家透露一个消息，伊讲法帕一挂人哦伫找因呐。我你若要跟他见面，他说那论述就不对，我跟他见面是从啥？我会跟他们说，我不是说我那个国安局跟他说，你们要去台湾去找林某某啦，林某某的文章要去读啦，啊，如果现在要读我的文章，我有一千篇，一千篇，啊，你们没去读我的文章，啊，你只坐在这里，你话爽
无效呢。有一天，你若做即咱伫即种的时阵，你来做政务官的时阵啊，你会甲美国谈判呢？你会更新你的头壳，你的心胸、你的脑海，拢爱叫我开去。台湾虽然真小，但是咱的野心爱真大，咱要统治台湾，统治全世界，对不对？咱要统治全世界。美国人甲美国国民讲，美国军队是人民的靠山。咱台湾民政府要甲各位讲，国际法律是咱台湾人的靠山。法律啦，法律啦，法律啦！国民党足惊咱读法律的啦，因为法律内底讲啊真清楚，你台湾爱安怎行，台湾以后爱安怎行，拢规定啊真好啊。1951年9月7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的头前三天，杜勒斯发表一个文章，哦，够长，迄人嘛不离教会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日本拥有琉球的剩余主权，台湾哪阵是日本的国土？法律上啦，哈，4月7日，因为法律上已经是日本的国土，台湾是日本的国土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有所有权。啊，那琉球和美国托管。还有剩余主权，啊，台湾呢？赶快嘛！这是逻辑上的思考啦。有的人讲啊，奇怪呢，啊，人杜勒斯都无讲你台湾，你若家己讲台湾有日本有迄个剩余主权，我无唔对，伊无讲，但是有讲琉球无？有啊，啊，琉球的地位甲台湾赶快，啊，当然琉球若有，台湾就是有啊。这就是讲我听你讲啊。我只我较爱教理工科的学生啊，我较无爱教迄个文化商的学生啊，因为脑筋较死。发法条就是安尼啊，这条法条就是安那杀人者死啊，爱不要变啊。啊，杀人者有几啊种的杀人啊？我食醋杀人，伊欠我钱我杀人。几啊种无同款的杀人啊！啊，真正杀人拢死。那、啊、这中国人足好耍这套的，骑马去甲人弄受伤。你若做法官，你要安怎判？你要安怎判？过失伤人，爱人若死嘞，过失致死。我甲你讲，中国人哦真牛，你听我讲，迄叫做马刺伤人啊。马刺人啊，马走去伤人，啊个持马伤人，无同款呢。马刺伤人无罪，啊那持马伤人有罪，过失伤人，过失伤害。马刺伤人就无罪，你西中国啊，拢足够耍文字游戏的。啊，咱台湾袂晓啦，台湾人袂晓呢，台湾人是夭寿的。敢若我昨日讲的迄个例啊，伊中华民国的法官法院内底，若要叫我做证人，我袂当讲白贼。我若讲白贼，会当判我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但是我若做原告还是被告，我会当讲白贼无罪，安有处理无？中华民国的司法司法官训练所。每一期的训练学生，这半顶官写一个案，这半爱写有罪，这半爱写无罪，同款这个案啊，一半写有罪，一半写无罪，这表示什么意思？中国人的司法无公平，你家己做文章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阿扁也唔得去用判刑对吧？已经可惜了，我甲看伊第一审。八华押判决书啊，我甲胃头变啊胃变啊头，
伊算法律专家呢，内底无证明讲阿扁啊将钱藏在伊个落地啊内底，只不过吴淑珍有，啊啦吴淑珍有，判吴淑珍嘛，但吴淑珍好运啊，伊爬袂起来啊，毋免关啊，啊但是判阿扁啊，咱听人讲啦吼。那以法律来看，阿扁应该无罪啦。你无念咱个妈讲贪遐济钱，阁无罪，迄是感情，你的感情上感觉讲，要求你做一个总统，啊，你放互阮某安尼去贪，滴贪污啊，贪几啊百亿，几啊百亿。其实美国嘛知影呢。去年八月份啊，美国就甲我讲啊，叫我你甲阿扁讲，因为即马讲袂要紧啊。叫伊钱卖回转来，我嘛代表去美去甲伊讲的时候，我当时有含咱个副主席去找陈世忠啊，甲郑新柱见面啊，我不要会回来，美国伊会用飞机将恁专家啊，拢甲你载去美国。伊不爱听，伊要选市长啊，哎，市议员啊，回转来啊，回八九亿。爱回答代表什么意思？政绩答对了。啊，即马才后悔。啊，你搁甲美国讲啊，我无法度啊。真侪人即款机会一摆尔啦。所以各位面临着人生内底上界重要的时刻，在即个时阵，咱到底台湾人有要家己管家己无，还是要继续予中国人甲咱统治？你的抉择是什么东西？美国嘛，你给恁看，你敢若招手讲，我台湾要家己管家己，会使嘞？美国讲，我可以协助你。所以，咱甲过了后，2006年十月二是过美国以后，伊甲你判决的第四点甲第五点。第四点讲承认美国还阁是台湾的军事占领，的主要占领全国。第五点是你讲，你美国的行政单位应该主动帮忙这原告。现准是各位啊，拢华列入伫原告的内底。所以你虽然迄个时阵你无告，但是你因为参加这个训练，你嘛变作原告呢，拍拍手吧。袂歹呢，你参加这个训练，你无交钱呢，阮迄交迄个。干那迄诉讼费用扣了60万美金，交到阮大家吼，嘴乌面吐呢，落地拢破呢。尤其我还记得，我印象最深的，迄高庭最高法院的时阵吼，讲你要不要上诉最高法院？大家讲要啊，要啊，爱偌济？50000美金啦，夭寿哦啊！甲迄个高庭法院，大家拢已经落地拢扛起来，我今日甲你讲实在，甲迄个拢无钱啊啦，毋知要安怎啦，啊无多啊，我知。退场，敢那有一只吼？退场，敢那无啊？伫楼骹搁一个退场吼，老老啊！等下要甲咱翕相，迄个退场，我拜托，用我甲你招一挂朋友来。啊，朋友吼，年纪拢较大啦，因年纪较有钱啊。歹势哦，无人伊欢喜干么呢啦？啊，来吼，啊来开会啊！啊，我就起来讲啊，我讲实在话，我系啦，我只欠50000美金哦。啊，那这礼拜无这个50000美金，甲回去美国吼，这个案都袂当上诉呢，吼。你怎人遐人安讲呢？这台湾人的代志啊，我义不容辞啊，欠偌济你讲。算算迄当阵，50000块嘛吼，50000块迄当30块嘛，嘿。他100五，100六啦，也个迄人是百六，我也个100六啦。怎样讲？安尼一个算8万呐、啊，有的人认2个，有的人认1个。我小弟哦，恁钱回去无一定会行哦。啊，若去了后，若拍赢吼，美国真正政权先随行来的时阵吼，幸好你双倍啦，用免啦免啦，退去。我安尼，我无爱甲你摕，你家己回，拢叫因家己回去美国律师的户头。安尼过关嘞，你家己爱拍破啊！
你无出钱，你出拍碰啊嘛，无要紧。一人八万，我印象最深的啦。咱规个官司，为十月诶，2006年十月二十九，甲美国诶来回诉讼啊，十二摆。吼、哦，美国拄啊开始安怎讲呢？本案是政治案件，请驳回。咱就写，讲这牵涉到台湾人权，不是政治案件。美国甲法院甲驳回，讲这牵涉人那个人权，不是政治案件。你要回答，上台我告美国，美国看不起呢。你想你台湾哪？恁这台湾哪无人才啊啦？伊无想讲伊拄着我呢。嘿，恁这个派出所我乐意承受，但是无奖金啊。所以了后啊，我报了差不多8-9个月哈。美国国务院甲美国国家安全代表吼，国家安全会啊，开始甲我联络啦。但是开始联络我嘛惊呢，我律师甲我讲吼，Roger， 你袂当甲伊见面哦。你若甲伊见面吼，阮美国有法律咯。原告甲被告见面吼，安尼即个案件取消去哦。要求伊当卡我，我拢唔敢去见面啊。虽然伊讲是啥物人哦 ，CIA 啦，美国啥物国家安全会议啦，啥物国务院啊，我拢讲 ，no， 你要 identify yourself。你要证明你到底是谁？我伫台湾，我哪知你什么人？落尾因记死的人，讲你去问遐人，啊去问哦，我就讲哦，是真的啦。但今天我阁唔敢见面啊，我为啥物见面？我想足久的，我头脑还算袂歹呢。我著邀一个人，其中只有一个人，来你喊我来，啊，咪要甲美国见面，大家拢足欢喜的。啊，你哪有迄个机会？我机会乎你啊，你喊我来。因为两个人去见面哦，我讲，不是我跟他见面呢，是迄人跟他见面啦，啊，我是对边啊的关系啊，谈得好呢。所以我就吼，今天我足用心的啦，啊，咪见面吼，啊，就开始谈判啦。所以为迄个时阵到今日，这个中间，美国的四个单位啊，拢有在跟咱联络。所以我拢会知影，啊，美国嘛，毋是讲大家拢向美国呢，尤其是美国的国民哦，大概是人人怨恨呢，个人怨。美国的国民一心向向中华民国呢，啊，但是国防部、国家安全会议代表、CIA 司法部一心啊向本土台湾。嘿，好，你拍手，我会甲讲。伊拢你看啦，我甲你讲，所以我毋才甲各位讲啊，咱民政府所有的动作拢公开，然后没有秘密啊，你免烦恼啦。所有上课每一句话拢现场录影，所以咱对中华民国来讲啊，咱有三大原则。第一大原则，我不合作，我无要和你中华民国的体制合作，所以我无要当票。你讲的代志，我拢无爱去甲你做。第二，咱要求中华民国爱遵守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旧金山和平条，你要等来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你卖多哩乌白鸦片啦，什么台北合约啦，什么啊做马关条约啦，什么开罗宣言啦 ，No， 决定台湾地位的唯一就是。旧金山和平条约。第三，台湾民政府不使用武力，不使用暴力。法律是咱的武器，这么好用的武器，咱也要用暴力，咱想要用武力。所以你中华民国要抓咱的空啊，抓无空啦，别乱了啦。美国嘛，俄罗斯，你台湾民政府做得好，做得漂亮。尤其这边10月20、21去日本去靖国神社，去日本天皇遐甲办办迄个祝寿，吼、哦！美国的国民头一摆啦，我遮久以来4-5年来头一摆俄罗斯啦，做得太漂亮啦！咱民政府的政策，为台的开始就是安那，前进美国，过美国就前进美国。啊！即摆前进美国了后，甲过落去啊，判伊判落来。第二点，
看美国引日本，看美国甲引日本落起来，上台我嘛放风声呢，我要告日本哦，要告日本政府，伊就开始惊呢，伊就开始烦恼呢，要告我什么物件？开始一直咧问啊呢，啊，即马第三个就是前进日本，决战日本，决胜日本。去日本天皇遐个拜，去靖国神社去拜三万九千一百个，伫迄个时阵替日本人牺牲的遐英迄个英灵，去甲拜150个呢，大家拢惊着啊，啊拢穿制服啊，拢穿乌色个啊，啊地帽啊，诶，香港有帽啊，恁有帽啊无？无帽啊，你举手，家己买。哦，你想讲啊？我要来讲送你哦，老顺啦，我无钱啦，你妈你也高兴嘞。我诶、欸，真正我咧食馒头，所以吼、哦，迄无爱家己买来的。啊？啊，免，免安尼，免安，我无爱，迄无效，无效，无效，迄无效，嘿，无效，歹势哦，我无钱啦。会干那过美国，干那写文章，你我写文章写这个，你嘛爱付我钱呢？你看我的文章爱看一摆，花一块就好啦。我看歹是，哦，夭寿啊！这么这么厉害台湾人啊！你若对中华民国这厉害就好啦。所以咱对中华民国三个原则了哈：不使用暴力，不合作，啊，遵循国际法。啊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啦，承认一个中国政策。台湾是台湾。第二，呼吁合约就好了，伊无签嘛。呼吁遵守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啊，中国甲你讲啊，我无签嘛，我无遵守啊，因为你无参加战争嘛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参加战争，你知不知？第二，没有关系，完全答对，拍拍手，较紧，真好，标准答案。甲你无关系，人伫食。吃米粉啊，你化烧，所以啊、哦，对啊，再来第三点，共产党无台湾人，我免跟你为敌，我和你中间以礼相待。你若去我台湾人，我会叫美国去跟你拍，因为美国占领台湾，美国有责任给咱保护咱台湾。啊，所以你免烦恼，中国伊若敢打台湾啊，你跩倒咧找困吼，都两个国家来给保护啦。一个是啥？日本。一个是啥？完全答对，家己拍炮啊！安尼你烦恼啥？安尼烦恼吗？你不要烦恼了。惊国民党是你惊啥？我想拢无咧。遐国民党吼、哦，利用台湾人。中国人利用台湾人，你管咱台湾人，啊！你惊你惊啥？咱甲告啊！我即摆告美国安那？中华民国迄国徽哦，军队的国徽摕掉有啊？伊无晓是伊那要摕掉？我临时有下一个问题，你请说。如果万一有一天哦，吴敦义透过我们民政的某一个人，然后要求他要申请那个身份证，你诶、欸，这问题真好啦。对啊，万一有一天胡锦涛讲我把要申请。会使，胡锦涛要申请会使，啊，迄个叫做吴伯雄啦，哈，吴敦义要申请，会使可以吗？可以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哎呀那呢，真简单啦，伊干那会当申请公民身份证尔，啊不，国民啊，歹势，国民，啊居民，对，居民身份证，歹势哦，我无迄、那个，我无执照，伊当登伊啦，咱即摆有迄个执照吼。你说日据时代你要罚100块，日据就要改做日治时代还是日本时代，那日据是中国人说的哦，日本侵略台湾啊，占据台湾啊，不好意思，当时叫渐渐法啦，你打输啊，哦啊打输，所以中国打输这个日本啊，所以台湾去要抢去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然你不要签吗？你可以可以居民身份证啦，我就跟你讲，你听无？假设你去找我，当然我不要回答。你找我，啊，我北建厂有什么回答？我北宋我，我搞不了。
啊，你卖差不多啊，真简单。啊，免讲理由啦，伊对你都无理由啊，你对伊哪有理由？免差不多啦，很简单啦。我跟你讲吼，台湾啊，现准是住伫台湾，即块土地要申请都可以，但是有公民甲居民的身份的差别。啊，若中国人申请要安怎？看伊伫台湾住偌久。啊，若带中国某还是嫁予中国翁，生个囡仔是啥物人？中国人，对。我要问你一个代志：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物？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物？啥物？啊？诶，啊，吴国籍的举手。好，啊，日本国籍的举手。啊，其他人是哪？啊，台湾国籍的举手。我跟你讲啊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是安怎？他对没有效忠的对象，例如上课，没有效忠对象，所以当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这个也做天皇的诏书的时阵哈，和咱台湾人两个代志，第一个参战权，一个第二是参政权。这个参战权啊，就是效忠日本。所以为迄个时阵开始，台湾人变做日本人，本来是殖民地。但是1937年开始，台湾实施明治宪法，合乎万国公法，变作日本人土地，变作日本政府的固有领土。甲啥物人共款？甲北海道共款。北海道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，伊是爱奴族生活的地方。日本伫北海道实施皇民化，这个实施皇民化含英国51个国家是伊的英属的遐国家吼，伊嘛开始安尼做，但是呢，伊无安尼做，伊无希望乎遐黑人啊变做英国人。但是咱台湾是皮肤甲日本人同款啊，伊欢迎啊，啊台湾人嘛真巧啊，甚至比伊较巧啊，咱怎样比伊较巧呢？那健康谈啊，就好个。所以日本人嘛，你讲啊，哎，我想哦，阮以前去甲恁通知个，啊，即马两尾互你通知啊。咱用剑就甲管，我甲你讲。所以哦，战争法啊，是咱台湾的无形资产。所以我要去南部的大学，要开战争法来课程。啊，若通过学分通过以后啊，我会甲美国讲，那几个学分以后吼，啊，推荐予美国国防部去用。啊，推荐吼，这个做日本的外务省去用，日本的这个自治，有自卫队啊，互因去用。因为战争法，这个战争法啊，要创啥？咱不是强的国家啦，咱不是美国好，足侪人诶，咱不是美国，所以咱无可能用武力去共拍，咱干呐防拍，有防拍机会尔。好加在战争法内有点讲。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会记哩啊！这非常重要啦。啊，因为若无这条的规定啊，全世界大个国家啊，包括今日差不多拢变作美国啊啦。因为这条的规定，所以伊拉克袂变作美国，伊朗袂变作美国，足简单个。古巴袂变作美国，菲律宾袂当变作美国，占领不移转主权。啊，若这点。咱甲摕来用，从国际法，甲你国际法了也讲过啊，主要是五个法律啊，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总章程的有关战争的部分，日本哎、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例，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3000几条，你敢那读这几条，你都会晓吗？未晓啊，你要从这几条摕来用逻辑。甲经验、以前的法律条约、判决，摕来甲看，啊，甲连起来，安尼用这来保护咱家己啦。啊，用这来保护，因为咱国咱真小嘛，台湾一滴滴啊囝尔嘛，啊，遮尔啊少的土地，啊，要保护咱家己，咱所面向的中国，遮尔啊侪人，我毋是讲伊武力真强，他很多人呐、啊，伊有影真侪人。啊，日本要即摆要甲咱吞嘛，吞袂落啊。因为有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，美国
嘛袂当甲咱吞，因为占领不移转主权。所以咱台湾免啊来家己来管家己来自治，啊自治以后，搁来找靠山，找日本来做靠山，找美国来做靠山，好得不得了哎，真正好得不得了呢。唔免做兵，唔免纳税，当然免纳税，啊免做兵就免买武器啊。哈，绝对袂，绝对袂，绝对袂改，你免烦恼。迄位1830年到即摆拢无改，啊嘛袂改，因为即摆遐个国家吼，你要甲伊联合起来吼，无可能啊啦。所以我讲哦，法律是咱台湾人最后的一条路。咱台湾人要强，要伫世界徛伫头前。我甲你讲，咱若开迄个战争法的课，我甲你保证，较细的国家哦，差不多拢会来遮授课啦，收学分啦。欧洲嘛有几个两个国家叫我去因写呢，我歹势啦，我若台湾都写袂起，还阁写互你。所以啊。啊，我敢伫即个所在，今日咱初级班内底上的我的课的最后的一节内底啊，用这项和咱大家共同来勉励啦。啊，稍等下呢，咱的总理要甲咱做结业式，啊了后要翕相，会记哩，翕相非常重要。你的头啊，爱照出来，爱伫相片内底，哈、啊，安尼才会当证明讲你有结训。因为初级班没有结训证书，高级班才有结训证书。啊，今日感谢各位，非常谢谢，多谢，谢谢。咱卖下课，卖下课。咱这个很准时吼，咱的总理马上吼举行迄个啊做结业式吼。啊，这结业式刷以后吼，我再讲一摆，咱的迄个啊做，咱的尤先生吼啊，要上这个啊做。补文灯吼、哦，啊，迄个各位，等下吼、哦，啊，你家己去遐摕吼，去后壁摕，啊，家己摕等于吼，诶、迄嘛未少钱呢，几啊百吼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出来望真济啊，甲讲吐两粒，起立。行嘞。加济。